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晚餐是什么。我刚到家，现在晚上的6:30，关下门。今天先蔡林炖了一个很好吃的肉，看起来非常好吃。他们已经开了，他们刚回来之前。哎，是被吃掉一半了吧？他们已经吃了啦。哦，阿佑，你刚才吃多少？你有没有配白饭？那边好白饭呢。没有配白饭，他不知道有白饭。白饭没有启动，是我按下去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我4:00有先回来啊，这个已经好了，4:00就好了。嗯，好。对。那就是我可能定时没按了。对，然后白饭是我用手动的。它煮好了吗？我看一下。白饭也好啦。今天我们吃什么？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啊，有四颗都是你煎的吗？有一颗是吗？那这最丑这一颗是妈咪煎的，对不对？是我煎的。哪一颗是你煎的？这三颗是我煎的，还然后这一颗？这颗是妈咪煎的。这颗是妈咪煎的啊、哦。这三颗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你的碗吧？我记得你今天是拿这个吃的。对呀、啊，很小吧？不会，还好。不会不会，那个也够了，就拿一下碗哦，拿大碗。嗯，阿芬啊，姐姐你用那个碗就好。好吃的饭呢、欸？来吃啊，出来。今天是好吃的饭。对啊，月光明。晚安，晚安。我们班第一个是月光，是台湾名。那是月光，是啊。关一下。我的脚架，我的脚架在哪？在我的包包里。筷子，黄帝米。我今天，我的脚架在这里吗？有点忘记，哎，在这对。我今天去修相机，刚才把我的镜头拿回来了。我这阵子啊，都是用这一颗啦，就是我很爱用的蔡司的18/2.8。然后这颗啊，因为前面之前去伤到。然后就换了一个全新的球面，这个是12/4f/2.8，换了3万多块，真有够贵的。可是这个镜头真的非常好用。什么东西好吃？你真的是酱饭，应该会感染饭呢。什么东西好吃？酱饭就不好吃了。饭超好吃。饭超好吃。你不行用唱感染饭，不然饭就不好吃了。好，吃看看。今天的卤肉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今天不是卤牛肉，今天是卤排骨。啊，姐姐，我特地挑好软骨的，你有知道？这豆干是全年买的，就是昨天我们买的那个嘛。青菜买的，它尽量不要用到饭。那软骨有用。你在发呆吗？好了。啊！哦，没有。啊，这是豆干。你有知道吗？这个豆干有孔洞吗？会哦，嗯，还不错哎，有孔洞哎，全年买的。那么多的稻米，就这样啊？真的？什么新？你说什么？这么多的，还在分享他采稻米的心得。那么多的稻米，大概都这样啊。哦，阿尤啊，上个礼拜跟他朋友去采稻米，辛不辛苦？不是，还是上礼拜。上礼拜，你有自己割吗？有啊。那自己割？割了大概2%。然后割完以后是不是有台？2%也有1/50耶。有用机器把稻子拿下来吗？嗯。是用机器把稻子拿下来。最后。然后再来是晒嘛。嗯。你爸小时候也有割过稻米。有割到手吗？没有，小时候啊，一两次啊，割好玩的。嗯。那你要加这颗？好，我加这颗啦，你想要加？这是阿佑煎的蛋，我打失败了。不会啊，这颗比较，另外两颗感觉、啊、破了，待会这个一夹就破了。那两个要小心。那这个你夹会不夹？那个一夹就破了。你要不我再帮你放到饭上面。等一下，让我把青菜吃完，不然青菜又会来感染了。我发现为什么今天两个汤匙？嗯，要吃完。嗯，好好。
看看全联，昨天全联买的。你要挑那个有软骨的地方。是全联买的吗？软骨咬动啊。咬动。嗯，软骨也咬得动。咬动，就比较省时间吗？这样看起来。有。嗯。炖牛肉会最有感，因为牛肉时间超长。嗯。而且你看，我就按下去，我就出门嘞。嗯，很方便。回来就可以吃饭。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好了。对啊。因为我有先回来，然后拿东西，然后就饭没煮。饭我们没设定好。幸好宝贝又回来。哎，不是，有可能时间还没到。嗯 嗯。我们到说、啊。因为我设定一个半小时，我三点多的时候按下去的，所以可能还没到一个半小时。嗯，也有可能。对。啊，那个你没有设定，是马上煮的，对？我有设定，可是我可能没设定啊，就他提早煮了。对，可是也没差，反正那个就放着，无所谓。对。煮的很烂，烂。因为他们一回来肚子就饿了，就吃了。很香哦，你们是不是还没绕家就要打开门就闻到那个味道？嗯，卤肉味，我们在那就闻到了。哎、啊，你们怎么没找一下有饭呢？哎、啊，阿、啊、光哥写完没？写完了，只需要就是字。不会，嗯，那国字要稳、嗯。考完了，现在功课在写什么？自评表。有自评表。自评表，他们每个学期都要写。哎，阿宇让我拿去充电。好、嗯。姐姐今天忘记带手表。每一科都写一样的题目，无聊。充电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非常简单，我就拍到这了，拜拜。